焦点视频 Max Sir 专业教室在我们的荧光幕呢见到 Max Si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x Sir。Max Sir， 咁咧就我哋呢一个嘅全新嘅节目啦，就是一个教育啦、教学嘅节目啦，咁啊，好荣幸同到你合作噶。系，多多指教，大家你好。咁咧就因为我哋了解啦，之前其实你系都系一啲大型嘅补习中心啦，咁啊做补习天王嘅。系。咁依家咧，你发觉已经闷闷地啦，不如我换另外一个形式系嘛？我哋有网上嘅教学，有网上唔同嘅做法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。試一試一些不同的新的合作。好 ，OK， 咁好啦，我見到咧，熒光幕你準備了一些資料喎，可唔可以介紹下？嗱，呢個咧就是我在前大型補習社，做所謂你哋講嘅補習天王咁樣咯。咁主打都是會計科嘅。係 ，OK， 咁好啦，其實咧，我接觸阿 Max Sir 嘅時候咧，咁啊，我最有印象咧，就係你講咧，就係話。有一樣嘢咧，你係真係 100% 準確，就係貼題。係啦，呢、這個啱啦，係啦。我真係想請教你，有冇啲咩例子啊？嗰啲分享啊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。咁基本上咧，我都係咁講。小弟係一個會計師啦。咁其實我由自己細個嗰陣時候，都好中意讀會計嘅。咁一路自己考會計師，我係由 paper one 開始考到。最尾個章嘅，我哋嗰年就係有18章嘅，咁即係透露咗少少年齡啦。咁基本上點解我能夠教到會計師咧？就係因為我由第一張 paper 考到最尾嗰張 paper， 咁所以變相連會計師嘅試嘅學生都能夠教到嘅話，其實 DSE 有幾難咧？所以年年都會貼重試題。咁呢個係你可以翻查我 Facebook 啦、Instagram 啦，都可以見到我嘅成績嘅。嗯 ，OK， 咁啊 ，Max， 咁我想請教下啦，即係其實學你話齋啦，貼題係你嘅強項啦，或者撚手小菜啊，其實好中意用呢個字嘅，因為我覺得冇嘢再比呢個字貼切啦，你明唔明啊？係嘛，一講啲人就明啊嘛。好啊，咁阿 Max， 我想請教下啦，咁去到呢一刻啦 ，OK， 你發展你嘅一啲嘅可能網上教育嗰方面嘅事。同坊間一啲補習中心有咩唔同啊？我嘅著重點咧就係話我要著重我自己嘅口碑。咁基本上你可以睇到我嘅成績啦，就係話我教出嚟嘅學生咧，其實基本上咧我自己好嚴嘅，正所謂嚴師出高徒。我要求我嘅學生咧，基本上補得我嘅個成績咧係座四以上嘅成績。所以我嘅學生，我嘅要求咧，譬如話如果佢成績唔好嘅，唔緊要，只要佢信我，我就好似信隻得夠。我每一課嘅題目咧，即係嗰個課題咧，都係大概有15分鐘，咁我會教曬佢唔明嘅個課題可以教到佢明。再者啦，我每一個課題都有5條 exercise 嘅。如果他能夠做完那五條呢，基本上他是坐底是 level 4的了。如果他說我不是喎，我要 level 5的成績呢，其實很簡單而已，就是說我會給多三至四題的題目給他，基本上他就會穩5以上的成績的了。OK， 是啊。咁但係我想請阿 Max Sir， 即係頭先你提到15分鐘呢樣嘢啦，咁你知啦，坊間嘅補習中心唔好講15分鐘啦，最好15年添啦，係嘛？咁你嗰個處理手法其實又有啲咩唔同咧？我基本上咧貴精不貴多嘅，咁我補嘅時間咧，其實我會唔同大補習社，因為佢可能咧係一個鐘頭15分鐘。但是呢我是頭頭那段時間呢就是會教他們每一課是怎樣的，變相呢他明白了最基本上的 concept 之後呢就粗數了，我不會說耽誤時間的，我要看個效果的。咁啊 ，Max Sir， 其實咧，我知道咧，就係你都為我哋準備咗啲影片啦，等我哋更加多啲去了解你嘅特色。OK， 咁我哋睇睇片啦。各位同學 ，Max Sir， 而家講緊咧就係2012年嘅 MCU， 咁我哋咧將會咧由2012年開始啦，
揾一啲重點嘅經常犯錯嘅題目 MC 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啦，咁今次咧就係2012年嘅28条。咁呢條題目咧，其實基本上咧有少少歐斯嘅情況，但係咧係值得分享嘅。好啦，第28條講咩咧？佢話邊一樣嘢係錯嘅，係唔啱嘅。好啦，我哋話第一個。一睇第一個第一句 A 嘅時候咧，佢話個 amount of total purchase 咧係 post 喺嗰個purchase ledger 嗰度，好似係啱嘅，係嘛？咁但係調翻轉係咪啱咧？其實好似係錯嘅，係因為點解咧？唔係 total purchase 個 total 係啱嘅，但 total 嘅 credit purchase 就會入落個 purchase ledger。purchase ledger 係咩㗎？係入名嚟㗎。係嗰啲creditor 嚟㗎，咁話明 creditor， 咁即係話咩㗎？咁即係話啲人爭錢啦，按 credit 啦，所以唔係 total purchase， 係 total credit purchase。好啦，第二個喺我哋而家咧2020年嘅 sales 咧，其實係 OC 嘅。好啦，我哋會講啦，喂，而家 purchase 嗰個 credit cash flow 係 book of original entry， 呢個係啱嘅，所以呢、這個唔會係錯啦。C only， 通常我教啲學生就話啦，喂，如果變咗 only 咧，8%咧，90% 咧都可能會錯嘅。咁但係喺呢個情況咧係啱嘅喎，點解？因為 sales journal 即係 sales table 日記帳啊，即係個銷貨日記帳咧，其實係記錄低只係 credit sales， 即係些數嘅些銷嘅情況下嘅啫。好啦，最邊嗰個 D 係咩咧？就係話。買一啲 long-term asset 或者買機器或者賣機器，買一係賣機器啦。其實基本上咧係屬於 general 係其他分類帳嚟嘅，即係其他嗰個日記帳嚟嘅。咁呢個係啱嘅，所以個答案係咩咧？係 A。咁今日我哋就分享呢個試題。咁同學如果中意嘅話咧，就share 啦 ，like 我哋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多謝各位。咁啊 ，Maxwell， 我哋睇到頭先嘅影片啦 ，OK， 咁啊都對你嘅一啲嘅方法啦，我有一啲嘅了解啦。咁期望下一集開始啦，我哋就請教一下你嘅專業嘅意見啦。OK， 下集見面。